同学，大家好。佛家的教学，最重要的是要教人认识自性。自性就是自己的真心，就是禅宗所讲的本来面目。换一句话说，真正的自己，这一桩事情认识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这个人就叫做佛，他就成佛了，他就证果了，证明这个事实真相。这一桩事情对凡夫来说确实有相当的难度，难度的形成是无量劫来的迷惑，生生世世累积的错觉，没有办法了，一下把它舍掉。所以佛祖虽然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明白，我们听了也会点头，也觉得不错，可是在境界里面依旧转不过来。这个就是我们不能够明心见性，不能够啊，这一生成就关键的所在。因此，在教学当中，戒行决定是并重的。清凉大师说得好：“有戒无行，增长邪见。”有行无解，增长无明。这个都是修学过来人的真心话了。我们现在修学，问题也就是出在这个地方。许多人很用功修行，对于教理不了解，宇宙人生的真相依然是迷惑颠倒，自己觉得修得不错了，戒也吃得很好，也能够修定，定的功夫也不错，可是是非人我贪嗔痴慢依旧没有放下了。所以还是有很大的障碍。清净平等觉还是得不到啊。另外一类的人在教理上很认真下功夫去研究，也是相当通达明了了，也能够讲得天花乱坠，烦恼习气还是断不掉。问题在哪里呢？这是偏在一边的。修行要用中啊，所以佛家讲中道啊，中是什么呢？
终是不偏在任何一边，啊，皆心相应，这就是中道了。啊，解帮助行，行帮助解。古人比喻像鸟有两个翅膀，它才能飞呀。啊，车有两个轮，这个车才能走啊。啊，一个轮，一个翅膀，飞不动啊。这个道理很明显。解是什么？我们讲的看破，看破就是明了啊。行是什么呢？行是放下。所以诸位啊，一定要明了。啊，我们讲这个持戒也好，持戒是行门。啊，参禅是行门，啊，念佛是行门，啊，做的是不错了，可是烦恼心情没放下，这种行门是表面的，啊，也能得一点好处，三界有漏的福报。什么叫有漏呢？因为你烦恼没断，烦恼是漏。你修行功夫里头还夹杂着烦恼，啊，所以就把它变成福报了。古来的这些祖师大德们，教人着重实质啊。这知识外表如法，内心清净，万缘放下，一尘不染，这个功夫要解得透彻才能做到。因此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，解里头有行呢，解跟行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情。我们现在这个麻烦就是把解分作两桩事情，啊，解里头没有行，行里头没有解，世尊教学是解中有行，行中有解。行中有解就是像慧能所讲的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，那是行中有解，常生智慧。解中有行是怎么回事情？随文如观，那解中有行，随着经典自己的思想观念就改变了。所以我们读经，这个经上不失释迦牟尼佛的思想见解，我们读了随读随变，啊，心里产生变化，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，随文入观。这种方法就是履行中道。中是因，我们要行中，要效法诸佛菩萨的用中，他们都会用中，中是真心，用真心，
一丝毫都没有偏斜，所以得的果是和。我们今天讲六合敬，天天提倡六合敬，为什么大家不和？六合敬挂在口上而做不到，不知道用中。我们每一个人都用中，自然就和了。第一个间接和了，这个是和睦相处最基本的一个因素，想法看法都一样了，那还有什么不好解决问题了？结和同修，当然大家受法了，身同住，口无争，意同悦，力同均，轻而易举都做到了。最难的是思想之间，一个人一个想法，一个人一个看法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所以后面的五种活不起来的呀。用中，思想就纯正，六合就可以落实。用中是因呐，六合是果。六合又是因，入了六合的境界了，大家心都平静了，叫和平了，人人平等了，法法平等了。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不和就决定不平等，和睦才产生平等呐。平又是因，果是什么呢？安，平安。你要想得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你不平，你怎么能得安定？法法平等，法界就安定了。你看，不是因果循环的关系。法法平等之后，这又是个因，后面又产生一个效果，乐。这是真正的乐。佛家教人教学目标是离苦得乐，所以要真正教一切众生得乐，前面这四个字一个字都不能漏啊，要中，要和，要平，要安，才有真乐。前面四个字没有，现在讲想乐，那个乐是什么？那个乐是吸毒啊，是打吗啡呀，是刺激呀，那哪里是真乐？我们今天看社会很多游乐场所，年轻人到那里，那是享乐啊，那是麻醉呀，是吸毒啊，精神的麻醉，精神的吸毒。那是找刺激，那哪里是真乐？真乐是从内心里面流露出来的。所以那个真正第一个因素就是你要懂得用中。什么是中呢？公就是中，思就是偏斜了。
念念利益众生，利益社会，这是忠啊。言语造作，为社会、为人民、为众生用忠啊。楞严经上，阿难尊者开悟之后，他说：“将此身心奉承差了，用忠。”啊，什么叫将此身心奉承差？承差就是法界一切众生呐。奉就是奉祀，用现在话服务啊，把我的身，啊，我的身、口说法，身做榜样。这个是为一切众生服务啊。心是什么呢？心里面所思的，心里面所想的，无非是为一切众生服务。这个是将此身心奉承差了，是则名为报佛恩的。为什么这样做法呢？佛的教诲呀，完全明白了。真正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整体，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。阿难尊者这两句话，诸位仔细看看，那就是真的发生了。不真发生，这个话说不出来啊。这种念头行为不可能发生的，唯有证得法身的人，他有这种思想，他有这种行为。他能够这么做，啊，为法界一切众生，啊，献身心来服务。不是佛陀鼓励他的，不是别人劝导他的，自动发心的。从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教学的成就，佛陀教育的成就，佛陀教育的成就就是自动自发，舍己为人，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服务，为一切众生服务。诸位想想看，世出世间还有什么教育能跟这个相比？昨天晚上我们在四十花园里面，啊，这个几天跟大家介绍行愿品里面不同的族群有20类，20类，这是大数列举，每一类里头无量无边的。我们在20类里面，为什么佛陀特别念出来
过往是一类，啊，佛母是一类，啊，太子妃是一类，这个意思好深呐。社会上各行各业太多了，他为什么不举其他的？他举出这几种，这个几种对世道人心有决定性的影响。世道的兴衰，众生的苦乐，与这个三类人有密切关系。印光大师这一部文钞，自始至终可以说偏偏都说到这个问题。君是领导人的，各个团体的领导人，各个阶层的领导人，用过往来代表我。啊，在一家那个过往就是家长啊，在学校那个过往就是校长啊，啊，在一个公司那个过往就是董事长啊。每一个团体里面的领导人啊，用这个来表达过去过往称天子啊，今天小团体里面的领导人也是天子的身份的，天子是对领导人最尊敬的称呼，不是恭维，这个称呼是提醒他要替天行道啊！你是天之子，你要替天行道啊！你要存天心，你要行天道。天心是什么呢？中国古书里的常讲啊，天心无私，你有私心啊，那是凡夫啊，那不是天神啊。中国人对于神是有个定义的啊，大公无私，这是神啊，所以神是公平正直啊，一个人一生公平正直，死后就做神了啊。那么也有说聪明正直，这个人做神啊，聪明是智慧呀，存天心。就是存无私之心的，我们前面讲了，存忠孝之心，这是天心的。心天道，天道是什么？人民爱物，以仁慈对待一切人民啊，以爱心对待一切万物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能把忠孝落实，这是行天道啊！啊，这个人称天子啊！啊，他的心跟天神、跟上帝一样，他的行为也跟天地、上帝一样，这称天子。群众的领导人啊，
实在四相上呢，那就是他懂得用中用和啊，用平等，用安乐，用安呢真正得到乐，社会安全，人民乐利，这是君道。是领导人，社会领导地位的人，他所行的大道。这是说明中道，这个忠孝两个字在君道里头如何落实，领导人呢应该怎样行忠行孝，尽忠尽孝。我们要深明这个道理，出家人虽然不是居于领导的地位，但是我们职责是教学，我们没有啊领导社会群众，我们要教导社会群众。我们要帮助一切大众明了这个道理。个人在个人自己本分上尽忠尽孝，行忠行孝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！我们的身份就是从事于社会教学，而且是个义务的，义务是不求报酬啊！我们深入社会呀，去劝化了，去教导啊，没有形式啊。所以祝我们细细的思维观察世尊当年在世啊，并没有建学校，也没有教室啊。释迦牟尼佛上课在哪里？草原旷野，找个石头上坐到学生们围在一圈，这个教学法了，学生们明白了觉悟了，各个人到些村庄里面教化众生，你说这个多自在，完全是回归大自然。这是真正的人生，建个房子把自己关起来在里面，不是味道啊。房子建得再好，金碧辉煌，总而言之像建牢狱一样。想想佛那种生活啊，与大自然结合在一起啊，生活在一起，你说那个心胸多么开朗，多么舒适一丝毫的拘束都没有。我们要多想想，应当要学习啊！这种生活叫人贪嗔痴慢了，
升不起来啊。啊，建筑这些宫殿、道场，贪嗔痴慢就升起来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他为什么不建个道场？为什么不建房舍？把一切众生呢贪嗔痴慢那个缘断掉了。这个主意好啊，方法好啊。我们要觉悟，要明了啊，他的做法是正确的，我们现在做法是错误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此地啊。